吃也录制器也没有东西了，没有声音的，没有声音，这个也没声音，这个也没声音，这个通电就可以了，通电就可以了。这个经过这个，然后你的抽风，我们那个抽风机是不是接着机器嘛，是吧？那你就接着这个上面的管子。那我们也是刚给一个客人，他也拿走了，然后就拆掉，我要直接给你看价格，这样子，然后他要。哦，这个听到了。他也是这个吧，他也是他的。他就拿个装一个钱。然后现在这，我们现在正常还得经过有个盖子。